钱这么大胆子？带我过去，今日定当讨个说法。这么个小过山门的人，也敢扬言要打天人的主意？此地早已衰落千年，不过不知道最近从哪儿冒出一个不守规矩的极品，自称什么大师兄，废墟配废物倒是硬气，天天背着大山跑来跑去，撞坏了山还要对老头子数落，气死了。给我滚出来！跑什么？放肆！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去将你门中尊长叫来与我说话。这服饰装扮又是精神强。他对冬天怎么会如此奇怪？是啊，还没见过人手，没听说过四等五百啊。这位道兄，说话请不要这么粗鲁。我说过，天人族的家伙来一个揍一个。请问你们跟他是一人吗？不是，我们不认识他。我们是来瞻仰至尊爆炸圣迹的。那可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？我乃天人族藏尸六劫昆莫。晚了，这小破道童得罪了天人族核心弟子，若是由此引出天神甚至教主级的高手，怕是要被灭门了。那夏季云溪不过是融合了天命石，就将我挤出了六界，今日更是连族中大事都不再通知我。哼，现在就是请你的师长出来道歉，都没用了。是吗？那该如何做？下跪。好啊，我成全你。我天人族六界旗帜，定会再来登门复仇。以你的性格和如今的实力，那几个家伙应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。道主，何事？我身上有些秘密。谁还没有秘密啊？有正事没有？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有不少古教都在寻我。你知道？不然我带你回来作甚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至尊道场的记名弟子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我可就没什么顾忌了。道主，我想去平掉天人族在外的道场，不算你过吧？不算。去吧。我这个名字不错，拿着这个
这是天人族的矿场分布图。多谢道主。其实的消息为族中隐秘，尚未传开，不会有什么敌人来袭的。哎，希望如此吧。只盼着天神大人早日到来，你我也好卸下这千斤重担。至宝难得，谁让这其实太过珍贵，就算让你我运回族中，你我也不敢呀。其实难怪天人族如此重视。我说夺走此奇石，可比捣毁神矿有意思多了。
回跑。要是你具足够多，甚至可以一心两用。这其实要绕自己，我不是在饲养什么神圣之物。小贼，胆开心去。来呀，谁怕谁？哪里来的小子，竟能溜走，倒是不坏。
把稳住！不是吧？这混吗？看来这才是蓝骑士的真正核心。刚一出世就暴力冲